是你这个筋很紧，要把筋松开。可以轻一点。再一次，反过来，擦一个拳头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，比刚刚感觉舒服了。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参访慈济南爱满地门诊中心，医师们细心察觉团员们将近一个月以来的疲惫。哎，以父母疼惜子女的心情为他们疏松筋骨或针灸。头放松。有没有松？才忙完门诊的牙医师听闻有团员牙疼，再次开启诊疗室，又服务了十几位。把他们称为孩子的陈学满医师说，这个年纪正在长智齿，牙疼状况很容易出现。牙疼不是病，痛起来要命，我们都很难想象他们要做这么精湛的演出，这么多地方跑，然后又带着牙疼，实在是很感动哈。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能够有 facility， 能够有机会帮他们服务，真的我们也给我们一点机会，非常的感恩。就是口水就直接咽下去。让医师感动之处，则是从团员的互动中看到他们彼此协助翻译补位，让医师和病人的沟通没有障碍。更因此就不难想象，站在舞台上的千手观音为何能震撼人心，带起救人助人的精神和行动。感恩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骆淑丽、叶静红、蔡松谷，美国报道。